干嘛挥舞？以前去三温暖真的是单纯喝完酒之后去那边洗澡睡觉而已、啊。然后那个里街二楼的那种抓龙也是啊，我又是抓两节然后就睡觉啊。那我前面挥舞也算起来比汽车旅馆还便宜。我一直架沙发。了不起就陪你睡三个小时那一种，对不对？这个多少？我以前在去三温暖是因为里面插杯的服务很舒服。擦完背之后，所有的毛细孔都张开了，这时候再去泡个冷水澡，泡下去哦，舒服。然后泡完澡之后，擦完背之后，再去交易厅那边点一碗牛肉面来吃，吃完之后睡觉，舒服。三温暖就今年成本太高，我都不了了。对，要不然真是一个便宜睡觉的好选择。你到外口去。外口去干啥嘛？哎，两百条，我用这都免抬正。哎，等以后你收也唔要整到整到疏疏切切安尼就好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像女子三温暖就多，男子三温暖都少装了。那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有一些剩下的就是黄之山了。好，我问一下有人来无？这个价格，200块哇！拜拜。拜拜。来个两百来个。便当好吃吗？不错啊。你的
你的菜色是属于劳工，劳工喜欢的，因为都比较偏咸。对哦，那个味道不意外啦，因为劳工朋友就是需要那种口味。四百了啦，我四百块了。都可以啊，随便红白。老板，我要一款。好，过来过来。你要体验那个三温暖的话，有台中还有一家正常的三温暖，比较清夜三温暖。我记得现在好像一个晚上好像600吧，6001个小时，贵吗？是的，也很方便睡觉，也比旅馆便宜，就可以泡澡、冲澡，有冷水池、热水池，然后烤箱。可以吗？送工地比较多，对啊，所以我说你那个是老公朋友，是很适合的口味啊。就像那个。我看看上次的节目就是，在这个价格，有这种的料，这种的口味，它性价比真的就够了。最后两个客人200块，它的 CP 值是够的。我们总不能要求100多块的便当要有5星级的水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？好，这么厉害呢，我包了来吧，500块，下次公务啊，是志文招，这是我包上吧。
信分开店之后有没有觉得时间不自由？我两边都被店里绑住。我两边都被店里绑住。来，大料回来200条。这人要蛤蟆回来，大料回来200块有人来不？蛤蟆200块，拢要被拖刷，拖刷的。200块200来，大家来。再招你。今天蛤蟆大条。好吃啊！旁边刚好香鱼。香鱼无，这只香鱼少啊。蛤蟆过来卖吗？这两三年也有人来找我说，你现在粉丝团那么大，观看数那么多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自己弄一下，然后做叫卖，来合作一下？稍微无贵，200人来无。两百块，200块。这个是什么？好，要怎么合作？我单纯抽干的嘛，那我可以。我单纯不搭外仔，我粉专。来，号出来。那么账号。号出来，我发来。给你们直播的。500块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直播的那个功能，然后你们赚好，我抽干就好了。从叫卖到出货到金流，我都不想停手，这样子就有意义。鱿鱼头啦，等于用钱的，哦，炒只烤只小炒好食，真正。
在你这边这边是啥人坐过高？高完就高了。穿上庙啊！阿妈说。我爱就是一包一公斤，我一包五百，我两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两包两百了，两百块。我姐姐一包我上三包两百块，我那么姐200块，两百块鱿鱼头，鱿鱼头，两个炒，两百了。老师的，我姐姐。两百了，卖个四包两百。包成我的锅，好啦，留一头，这个，这个炒，我那还有五百，我为了把炸过来，100块，炸，炸，炸我啊！我让人收的，我那还有五百，好，还有。哦。
八，我不用砍嘞。七七年也不用砍。放在冷藏第一个，等它完全割掉才能。两百。